前面就是这个动物园岛啊，在这个木桥上自己走。哎，这个旅行当中啊，一自己走的时候就没人给照相，好在我有三脚架，但是今天没有三脚架，就是感觉连最后一个同伴都没有了，特别的孤独啊，没法照相。而且录像的时候呢，我这个因为相机的距离的原因啊，所以也会出现一些问题。那边有一个三尾的这个船啊，三尾船，我这刚才过来的时候照了它一下啊，整个的这个瑞典就像水墨画一样，